职高啊、点滴啊，都让你通通半价，有没有兴趣啊？只要我们的大麻红利卡，有没有兴趣？只要在上面签名就可以喽，有吗？有吗？可以吗？我还是说一下啦，我们现在动保，现在这个就只有我在创业啦，但是希望你们可以，你们懂得，如果没有利益就出点钱啊，你看看我现在早餐也没吃，肚子都在叫。真的没兴趣了，那好吧，好啦，谢啦。再讲一下哦，今天有汗腺健康哦，会死掉哦，我等一下一拳就冲揍下去了哦。有人上班了。你是上帝吗？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动保行列啊？我刚刚最近在招募，都没人理我。上帝不要跑，我受伤，上帝。怎么嗨，了？怎么了？怎么见到我就躺在床上了？没事没事，那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动保行列啊？小额赞助就好哦。你现在尝试一下，你在床边按 B，直接躺上去按什么 B 吗？了，B 对 B，哎呦冰，哎！妈个 B。好啊，好棒！好棒哦！那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动好保行棒啊！列？我们缺人缺钱。我就动救一保行下列是路傻上被撞小的啊，狐狸跟鹿啊！他们死得好惨，对啊，再就是因见。为死得很惨，我才来当兽医的啊！你每天都要医一原来些你动是物。兽医哦。对啊，那这边的移植计，移植蛋蛋计划是不是连动物的蛋蛋都移植了？还没医过蛋蛋呢，没有动物可以让我移植蛋蛋。好吧，我听说是晚班都在移植蛋蛋的啦，我有点怕。你小心，不要连你的蛋蛋也一起。啊，上帝，你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我是没事啦。鬼岛有蛋蛋的男性不多喽。我的天呐、啊！好啦，上帝慢走啊。拜拜。我又失败了。对啊，那个谁，哦，没有，今天遇到的喜德是正常的喜德。他怎么操你妈个逼！操你妈逼！哇，上床就直接睡了，难怪看到我直接睡觉。哦，原来他是把举手变成睡觉，好猛哦！不能在床边乱举手等下说，来这边躺，就是睡着了。YT 留言看不到，可能聊天室又坏掉，可是我看得到啦。这样你是柳成雄吗？应该是看不太到了。放心，我看得到，没问题，没问题。有时候聊天是会这样啦，要体谅一下。对，那我会看啦，不用怕。我觉得，先生。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有没有加入我们动保行列啊？爱护动物计划，然后救救路上被撞的野狼啊、鹿啊，还有兔子啊，可以耽误你2分钟吗？有没有兴趣？一下下就好，在上面签名，只要在上面签名就可以了，可以吗？
这边签名。哎、欸，先生，先生，啊、哦，算了，你一开始就没签，有吗？这边签名。好，谢谢你的合作。看来是什么？我在找事情做。现在没有人受伤，没人出事是好事，但是医护就是要找事情做，懂吗？我现在要宣传，不是大麻，而是动保。我们要爱护动物，享受资源，不享受资源啊？干嘛？好啦，我们到处逛逛，我们去看看动物。捐血？没有捐血啦。哎、欸，好像也可以捐血哦。一人揍一拳，把人打伤再救，不行，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没开台搞不好可以啦，可是开台就不行了。拜托，打伤人算什么？你要叫一个技工在你车上，然后技工去把人撞到受伤流血或死掉，然后你再把他救起来。啊，因为他的车子又坏掉，你就可以叫技工帮他修车，这样医院的钱也赚，技工的钱也赚，是不是很棒？发大财欸！啊，就是不能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是医疗人员，我们有慈悲的心，我们不能有这么黑的想法。就算真的有的话，我们也要公司，要按照正常手续来。想赚这个人的钱，就骗他说只是开个刀而已，然后把他的肾脏挖走，然后拿去卖钱，对不对？哎，我真的很怕去医院开刀，哎。就是如果要做肚子的那种，肚子的手术，最怕就是怕他把你麻醉后之后把你的器官给摘走。之前听很多就是出国只是受个伤，有人了，嗯，九。哎、欸，今天第几次要看动物？看到有单啊！我是说真的要常来跑一下啊。都快到了，而且这其实很远呢，我是刚好跑到一半呢。没有什么。这哪里呀、啊？我是不是加收钱啊？这么难走。我看一下好不好？那哪里呀、啊？哦哦哦！小动物不要，小动物不要！哇！撞着，看到你恨你一辈子。不会，那就是你没有做太多功课啊！你养一个动，你养动物就是要做功课啊！你没做功课直接养的话，你真是害死它。我不会恨你啊。
有有，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先不要讲话，很危险。留住体力，留住体力，先不要说话。先不要说话，留住体力。现在天宇很冷，我怕你失温。来，我们这边请我们回医院吹个电风扇啊。你说什么？我说我们回医院帮你再做个治疗，帮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后遗症。那你先不要说话哦。你是不是没系安全带就飞出去啦？我是被撞的。你被撞的哦，好哦。对。好，你再撑一下。你现在有认识的人下班或是有空吗？因为等一下可能要请他来接你哦。没有，我老葛是你们院长，我一出事他就不在了。那等一下要叫救护车，对吧？叫计程车哦，不然看你好像有点累。好的，好的，等一下帮你检查一下。你也很会开车哎。他蛇形，你看。好啦，天。小心驾驶。你还好，你有系安全带啊。而且天雨路滑，我其实下雨天不太想出勤的啊。毕竟天雨路滑。而且我刚刚是在看野生动物，看到一半就收到你的单子了。你在看什么野生动物？鹿啊，狐狸啊，狼啊，兔子啊。到这边山上很危险，随时都会被石虎咬死。所以我避开山上啊。啊，你先不要说话，保留体力。没事。你会觉得冷吗？刚刚淋了一点雨。不知道是我的耳朵出血，还是你喉咙真的很小声？应该是我喉咙小声啊，因为。刚刚跟市民宣导很多东西，有点累了。没关系。我也被你老哥撞到啊，你看我现在撞了两天，走路都不能走了。但我老哥真是个过分的人。他撞到我之后笑了两声就跑掉了，你知道吗？你也别放在心上，他其实人不错。我没怪。是鬼出了点。我没有怪他，我没有怪他。哦，对，我们现在医院有个很先进的东西哦。就是你靠近床之后，你用手指着它，你会指吗？对，你只要指它就好了。好好好好，躺好哦，现在要打麻醉哦。我
那可能要再帮你吊个点滴啊，不然你现在有点缺乏营养，解药有点多。3天没吃饭了。这么可怜哦。对啊，昨天被一个老阿公骗钱，王八蛋。哇，我刚进来被他骗了3000块呀。他是不是跟你说这边的币值不太一样？然后拿钱给他，还会换新的钱给你。没有，我是执勤的时候，他撞我的车，叫我赔他钱。老骨头，我下刚次想帮我给把你他汉弄堡，但开。是发现你身上好像有了。没关系，我才刚在便利商店买，都还没哦，吃就好出好事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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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啊，哎呀，你怎么咱在这老里啊？骨头来了，干啥子嘞？我在帮女病人检查，你要不要先退开啊？人家是女生。不他躺在要让床他垫底碰下干我啥？的身体！不要不要不要！干啥啊？干啥啊？人家觉得不舒服，你要不要先避一避啊？先外面等我。你的车咋不见了？我的车？哇！老爷子啊，老爷子啊，干你啥啊？下面哪一包是不是死掉了呀？你包大人今天是不是又没窜出来你说啥？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啊！你口音咋那么重啊？不是讲啊，话要跟我一样字正腔圆的，你知不知道啊？不是啊，我刚刚出了车祸，这一个说话不太行啊。说啥？听不懂啊！你讲哪一股语言啊？快别咋说了，哎，这个人的排沙子。拍你胸我咋腔不能 X 动啊？光我咋？啊！X 光我能动拍嘞？你胸腔啊！你断了2根呐、啊，我摸摸看啊！啊！我咋一直，阿公你我不咋能！一直瞬间移动啊？我一直是，阿公现在这是新的科技，你靠近按个 B 就好了，你靠近举个手就会上床了，所以阿公你要远一坑点。爹爹的！哦。好累啊！你辛苦啦。让那个老鱼头离我远一点。对，小啊，觑他了。都熬下去了，咋办啊？你把人家躺下咋去子了熬啦，阿下去？我胸公。前本来就有那个悬崖的呀。那你在这边躺一下下吧，要不要看你叫个救护车，不好把计程嘞。车来接你？没事没事，我可以走路去，车啊，不不用，远。我有车啊，你坐我车就行了。啊，你要阿公带你去吗？阿公，干好。啥？咋的啦？阿公，你我载老他一头趟不好在了的时啦。候，你就是我最后的依靠了呀。啊，对呀、啊，咱老乡要互相帮忙啊，虽然我根本听不懂你讲啥。谢谢 好你啦。啊！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个老色鬼，谁结跟你果说你我是个人老很蛇鬼好。呀、啊？他奶奶的！好啦，小姐，那全部看完一共6000块啦，因为你看你是院长六千的，块你肯认呢？人家肋骨断2根呢。我要出房钱。你知道肋骨断掉是要8000块的吗？阿公，你要帮他出吗？不用啊，关我屁事啊！我想说一下而已。好的，那就这样子，等下柜台结账哦。你再休息一下吧。好的，啊，那好的。你那台救护车多少钱啊？你把我救护车又开进来，我救人呢、欸，阿公。没有啊，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开走了？你刚刚你说那台我救车护怎车么多不少见钱？了、欸？阿公，不要这对样。呀、啊，干啥子嘞？救你人给我六千呐、啊！块，你给我六千块，我就跟你说房哪里。我买一台更快，好那不台才好？5000块。啊，那10000块，你还我车啊，阿公！你给我钱啊！你躲在外面多久了啊？啥？那请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要挂号一下，刚刚忘了挂。
我给你我的 ID。我、哦、没关系，跟我讲就好了。好阿丑公，你怎么乱抱人呐、啊？你别乱我动的啊！你刚腿，出院啊？我阿保护公。你能不能抱好一点？我的腿，我的我腿先断带他掉回去了。等一下，我你还小没不扶成他天起将，来。等下你就不用扶起来，你别你小阿声公，点。我听到了哦。啊，梦游，你不要偷听我们讲谢话啊！你这么嗨不啊，梦游，是带啊，他我回担家心里。我的车啊！你把我车藏去哪啦？干事啊，你周围找一下就找到了。等下哪有边单哪怎么边？你往办？那边走啊，哪边？对，哪好边你好往，好好好。哪边你往那边一直走就看到了。好啦，钱啊，下雨天的啊，你要小心不要淋到啊。谢谢你啊，下次再找你啊。好好好好好。咋放不下来的？有嘞啊，有下嘞，来了。哪里啦？哦，在这里哦，太远了啦，我车会坏掉吧？我车已经快坏掉了，他还开来这边。气死欸！用我们叫我们的医院技工修一下，好，让他修一下。不是没锁车，我怎么知道？刚刚一直都没人，就救完人之后，阿公就出现了。我不知道他是在偷偷观察我还是怎样啊，很傻眼呢、欸。哦，我讲话真的很大声呢，不然他们真的听不到。这样又有点伤喉咙，我是不是要换麦克风啦？我是不是要开换麦克风啦？可是我刚刚看我跟他们对话，OBS 是超红的诶，已经是到爆麦的程度了诶。等一下哦，不然就是我自己声音调小声。我真的拉到紧绷了，还是有推荐什么麦克风吗？可是这麦克风，它、啊、就是水里推荐算好的麦克风、欸，不可能用一下就没了啊！不是用一下就没，用一下就坏了，用不到，好像不到半年而已、欸。在别人台听小小声的，真的假的？在这边很大声。不是，主要是我这个不能自己手动调麦克风增量，实况上比较大声啊，偏内偏小声。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你看哦，设定正音嘛，对不对？跟这个无关啊，应该是语音聊天啊，都调到紧绷了啊，最到了。然后我还有用这个啊，喂喂喂。对啊，对啊，我觉得讲我话觉得还讲 OK 话还啊，OK 可啊，是不知道可为是什么不知传道为出什么去声传音出就去很声音奇就很怪奇啊，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哎呦，你不要撞哦，撞的话我会叫哦。对啊，而且其实我昨天去听我记录档的时候，听别人声音也是超小声，不是啊。这是我自己的记录档，然后别人声音都很小声，所以我应该要自己讲话就是偏大声，
然后看我 OBS，每次都跳到红歌、红歌、红歌。阿公是不是躲在附近啦？我看一下哦，火车，好了，你进来就说啊，你的车怎么不见了啊？我们来猜猜看有没有人上班啦、啊？来，你们猜，好了，不用猜啦，岛民只有4个，怎么那么少？只有一个警察，一个医护，啊，什么都没了，又要海啸了。我看一下，没有啊，没有啊。吃饭时间啊，也是呢。不然我开到6点好了啦。如果你觉得嗓子不舒服，多讲点。不是，我不会不舒服，只是讲话，Hello，帮你安安，那个帮你吗？哎、欸，是哎、欸，帮你，Hello，来，先给你一把刀，然后我去后台调一下。最近一直看你开开关关的鬼岛啊，不是鬼岛啦，那个 RP，哔哔哔。哦，找到了，VIP。我最近有看你们在玩啊，在那个嘛，那个哪里，高潭市。我原本也有进去玩啊，只是之后这边入住之后，就几乎都在这边啊。啊，高潭市那边好像就没去过了。他才没有要人家陪他聊聊天，他只是想要钱。那个老人只是想要钱。我跟你讲，我跟老人对话真的是很有耐心，可是他眼中就只有钱，我也不能跟他聊什么啊，对不对？他想听的就只有 money，而且竟然被他骗走一堆绷带。保养一下车子啊。刚刚阿公要笑死，你啊，因为没有人帮我结那个啦，因为昨天那个阿公要我帮他塞痔疮剂，又塞进去，他给我喷屎出来，我气死。那个 Papaya 是我 YT 的 mod，Amigo 缺我，好啊，好啊，好啊。可是 Amigo 看好多人 pass 哦，所以今天有多少人啊？我看一下，那你帮我填吧，我尽量盯到晚上，好不好？我怕我等下睡着，那所以我就6点关台喽。白痴哦，4个人玩什么 L4 地图啦？可以换别的游戏吗？4个人换别的游戏吧，L4 地图好无聊哦。换别的吧，再找4个人的游戏玩吧。我也不确定晚上挤不挤得进来啦，晚上人都多啊，人多啊，不太好挤。大富翁不会，不会是大富翁啦。
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好啦，你们的医护要下班喽。我被我们的紫薇骗了3个多小时，他居然没给我上班，我好难过。他怎么骗我？紫薇啊，紫薇，上线骗个薪水也好吧。麻将就没有几个人会玩麻将啊，Amigo 会玩麻将的不多啊，会打日麻的不多啊。好啦，6点了，我们先关台喽，晚点 Amigo 见喽。啊，我再看看关台后有没有体力啦，有体力我再继续。开上来赚钱，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啦，感谢今天收看，那我们就今天到这边喽，我们下次见喽，不下次见啦，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可以啦，可以啦，下次再开玩，我现在几乎是每天开台在玩这个啦，每天都在擦玻璃，好啦，那下班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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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阿米狗没有几个会打日麻哦。诶，我下班就不能换衣服了，我记得要先换衣服才能下班，更衣室。好了，我们晚点见哦，拜拜。